是不是就是累外景啊？很累的外景。累外景。累外景。我们等即将挑战移动营业。移动就是我们不会在固定的地方，我们会时常去不同的地方。啊、我们可能一下在这里，一下在那，在不同的地方营业，这个叫移动。请为辛苦的海上守护者，请为阿里山列车工作人员们准备早餐跟午餐。啊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来了。嗨，伙伴们，请为暖暖老人食堂平均年龄80岁的老同学们准备营养美味的元气餐点吧。现在吗？现在。现在吗？你猜的。不要开玩笑吧。挖茶怪物来了，老师说我是哥伦比亚，没聊的过于痛不痛，爽的风景有蹦蹦蹦蹦蹦蹦，再绕了公路英雄，怪不信任的陆地球，要你疯要你走路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蹦蹦蹦蹦蹦蹦。是谁呢？县长，谢谢大家的掌声，县长，嗨，你们好，对啊，真的你们辛苦嘞，没有啦，煮给林铁树，也煮给林务局吃，是不是？两点就起床嘞，你有在抱怨吗？这个没有，好开心。县长干这个是什么？三葵是要干嘛？三葵，瓦萨比有没有听过？有，吃生鱼片，对不对？不要看到这个小小的一颗哦，至少要1年半到2年。这么久，对啊，所以瓦萨比很珍贵哈。那实际上在嘉义非常有名，而且很多人把这上面这些啊枝条拿去煮鸡汤，煮鸡汤。还有的哈，瓦萨比比较小的，整颗丢下去煮鸡汤也非常好吃。哎，县长，听说你忘记一盘东西。哎呀，贵人多忘事。是。这个不用讲吧，一定你们需要是芭乐吧？对，切的漂亮。芭乐可以沾那个三葵酱。队长先来，队长。讲话。不是你，是你提议的吗？我提议啊，给队长。他当队长，当大联盟等级。哇！左手不死鸟。有辣吗？哇！闪着光哎。很辣。功劳嘛，对啊。呛辣感是一下子上去，但是很快就会又消失。真的吗？我听说他们会吃辣。我听说昨天你们看到日出。不是我们，是他，只有他，个人而已。钻石日出，真的、哦，我们炎帝一号有一个日出印象，就是交响乐团演奏。哦，在那个地方吗？在平台，在那个地方哦，那很棒。然后他就从5点多开始演奏，等到那个日出起来的时候，对，就是演奏那个快乐颂。哦，泡泡非常磅礴，嗯，非常漂亮。以后如果日出印象花你们通告，一定要花我们通告，讲好，便宜一点。早上大概2-3度，哦，从那个脚一直能上来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你快乐的吧？你看那个交响乐团，他要演奏，那个手都会冰。哎呀，一擦去嘞，全身贴满暖暖包。哈哈竟然是一个生活的小笑点，一种小笑点。但是很幸运呐，因为阿里山不是每天可以看得到，好不好？日出。重点是你今天带来的那。可以给我们几根？三葵，来来，这可以几根？三葵啊，十根。你们看几根，好吧？十根，啊，可以看几根？20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吧？30根啊，不要再讲了啦。哦，是，他跟你接触没多久就不耐烦了，好快哦，超快。再加上去，我就开始要算说一根要卖你们多少。这很贵，这超级贵。好，谢谢县长，获得。我给你介绍嘞，对啊，这嘛是哦，这就是，对啊，我姓我的仔苗，我来到这，你看到这吼，大颗诶，这两年啊，这会当收啊，哦，这边可以收了，哦，用来过这张，啊，这张摕落来吼，哇，啊，看对一个较唔惊土的吼，我唔惊土啊，唔惊土，你把这个啊，好，那我们一起哦，你帮我拍。无够来吼，这两年啊，这个种了两年啊，这个土已经变这定啊。哎，这个叶子到底有没有味道？有些法式餐厅他们会拿叶子做一些装饰而已。装饰。那叶子可以吃吗？也可以，可是它纤维比较重。哎，有啦。
咱这角落是要创啥？我就是有日本看的人咧做瓦萨米水饺。你这嘛要切小丁吗？对。这个也可以直接吃吗？可以啊，炭烤了就可以吃啊。有来有用瓦萨米的香味，对，但是没有那么，但不会辣。这嘛是无讲做油的呢。迄纤维嘛是足多啊，这纤维足多，就是恁叫恁咧食迄个，像那个什么芹菜，芹菜，芹菜水饺嘛是有纤维啊。过来了，哦。嘿，我要用到你，搁甲我动落，你用遐济啊？足奇怪呢，你要倒咧嘛，甲我讲一下，啊来。安就好啊。你无怪，你无怪我脱啊啦！无啦，迄都袂使有当个瓦萨米。瓦萨米你无经过我，干嘛卖同意你嘛搞我揽落？没事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没关系，这是厨房的日常。对啦，对，这是厨房，我们也常吵，我们也常吵。最好放这边哈，哥哥，你那上面封口要按紧，要不然等一下滚水的时候会炸开。他真的很注意我。哎，哥哥，你自己在美国的时候会包水饺吗？我第一次包啊。哦，你第一次包？啊，今天第一次啊。我看你们这样包，不就捏紧而已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是那个教过要这样子往中间，然后再这样。其实水饺有好多样貌。对，然后有时候有什么段，有韭菜盒子型，然后有小笼包型，然后元宝型这样。你那个就是蒸饺。但我的也很可爱啊。很可爱的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是馄饨。我不想被骂的包法了，我就把它捏紧。你怎么知道这样不会被骂？会吗？他没有在理你啊。他只是注意你而已。他现在专心，因为他怕他等下煮下去，他自己都破掉。好了，就来水饺试一下，浓味的。他说要蘸一下这个山葵酱油啊。单水饺刚刚好。对，那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酱油，是因为 wasabi 它是天然的呛味，你如果用一般酱油去混它，味道会被盖过去，但这个酱油不会。很好吃。其实吃不带出什么山葵味道，因为你煮过了。哦，煮过了，所以把像有点又像在杀青，又把刚刚的那个味道又去掉。对，所以对要有技术。我觉得我这一次酱包也蛮好吃的。好吃啊，不会难吃啊。对啊。讲南部天气这么好啊！我温差太大了吧？我早上起来也不知道啊。每次都这么空旷，这就是又要下水的意思吗？哎，瓜哥，瓜哥，冠军最好冠军相，林家冠军乌鱼子，所以冠军还有冠军相啦哈。哎，那势必看起来今天就是要乌鱼子了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当然了。今天你领团的是我是乌鱼的所在。因为乌鱼子啦哈，每一年都是冬季啦哈，等下当班不用的啦，就开始在做采收。嗯，啊，今天刚好就是要做一个采收的动作，啊，也知道刚好你们要做到要做一些那个乌鱼子料理，哎，那就刚好我们就要碰碰运气，看好多个刚好能不能采收。碰碰运气，等一下为什么要碰碰运气？因为养三年哈，它要采收可能就要这一段期间而已。哎，那如果不行。那个成熟度还没好，就是可能下个月。哦，呀，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一定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要先看看，就对。哦，那所以你在养殖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技术还是不成熟嘛？不是，不能这样讲话。冠军，你发言才不成熟，你卖个公鸭无为无为啊！天气那么热，就是成熟度还没到。对，不能这样站队，我跟你道歉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原谅，原谅，原谅。啊，今天怎么人怎么比较少？因为老板有觉得你们今天人手不足，然后都这个是你们队长的。是什么？来来，队长，这是相片哦。来，应该是有帮手了吧？我要许愿更多帮手啦。这个板子拿你拿到以后，你都可以许下你想要的心。要跟我自己有关，还是要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例如你要写什么？那我知道了。
好，写完了。来了来了！哦，难怪有一台计程车。我们有帮手来了啦。有帮手是谁？哇，一次来四个。新团体，新团体。Yeah, 我们是凤冠五星人。耶、yeah. yeah.。然后我们最近呢，发行了一张就是全创作的专辑。那《一夜中》的片头跟片尾也是我们的歌。对。哦，对。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就是等一下呢是要采收乌鱼的那个乌鱼子，因为我们料理要用到那乌鱼子。欸，那个你专业一点，你觉得我们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分好？我们两个绝对不要在同一艘船。对对，因为太重量的问题。重量的问题。那我因为重量的关系，我就不下床。不下床？没有，他说都要。对，你是生病吗？你都下到嘉义了，你还不来？那我们让 A 组啦 ，A 组啦，我们这边啦。啊，你那边 B 组嘛？女生平均分配嘛，这样有点难。五个我，哎，你是不是应该可以带到两个？哦，我连给我四个我也可以啊、哦。你们有谁两个要自愿的？这边比较安全的哦，安全的哦，那边比较安全。对、啊，那我要去。那好，那这边两个，那你们那边好了。OK， 那我们要着装吗？对，我们要穿青蛙装。不行啊，给他们队。来来来。哇，好帅、啊！这个船有点太……大哥，我掉下去要救我。会了，会了，会，一定会救你。不会让你掉下去了，用绳子把你绑在船上面。我可以扶哪里？可以蹲着，来来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全部都蹲下来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然后蹲下来，安全。往对，往你左手边。可以坐着也没关系，因为坐着也可以啦。哎，因为那不会失掉，不会失掉。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小飞，小。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点，往前一点点。小飞，哎，快点宣传一下，快，你们叫什么？老师说我是个烂苹果，没料到我与众不同，闯荡风起云涌，嘣嘣隆嘣嘣嘣嘣，打扰了各路英雄，怪物星人登陆地球，要你疯要你走动，嘣嘣隆嘣嘣嘣嘣。好，你们看完我们宣传结束，我们不用下去了，耶、yeah, ，可以回家了。哎、yeah. 欸，他们已经离开了、欸，拜拜。加油！拜拜！加油！加油！可以的！拜拜！没有没有二十只，不要回来！浩哥吧！哎，小心！哎，浩哥吧！哎，小心！啊，照顾一下后面的人，不要鲁莽，人家来打工的。你们要不要坐下来？哎，重心要放低一点，要放往前，往后面一点。我刚才点了一下。哎哎哎，进水嘞！哎，你这我们是不是太聪明了？快点进水！我的沉下去了，一半脚不见了！我的沉下去了，我懂啊！进水嘞！哎，这可以站那么多人吗？好，队长放弃你们四个，我体重太重。好好，队长正好。好好好，小心。好，那我前面啦，要不要？扶起来了！加油加油！扶起来了！哎，真的有差哎！真的有差哦，可以哦。不好意思，我以为走远了。果然是重量级的。乌鱼子很好吃哎。你有吃过？我很喜欢乌鱼子。哦，那你来对了。真的。冠军。冠军的嘞。对啊。那里，他们在那里。对对对，我试看看。哇！我。哇！哇！哎，好像有，还是虾子？不知道是虾子还是鱼。有鱼，有。哦，有了。抓好了，抓好了。哇！你们抓好了没啊？他们还没出来啦。回来，是我给你换。是。哎，我来啦。不要不要！又在前进啊！有，我试看。有啊！又靠岸了呢。另外一边。我给你换。哎，我们会不会鱼抓完，你们都还在那边？换鱼。对，小心。那你要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有没有卵？要从它的肚子，再从它的这个生殖孔。如果开始有红色的话，就有一点稍微在成熟了。哦，再来摸它的肚子，你看摸看，暖暖的。它会乱弹吧？你不能把它，你掉了之后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抓呢，就很麻烦哦。相较之下，这个比较好大只哦，这个比较硬。那它这样成熟了吗？比较硬的是成熟，更成熟不成熟？对啊，它的嘴，它的头长得有没有？所以你看，所有的椭圆形啊，你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的椭圆形啊，你。你糟糕了，你又少了一条。来，哇哇，来，各啊，冠军失手了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冠军失手了，脚下面还有一只，哎，
很像、那個。来来，你们生死还给我好不好？我再去抓。我们不想离开你，走吧。那我怎么抓鱼啊？我们先一起去中间。那我来，那你绳子给我。等一下，我对，要不绳子那条绳子。哇，还好脱离他们的。对。大哥，你懂我的心情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没办法撒。好，我来撒。大哥来。可以吗？等一下撒就直接这样撒。不是，来，再来。你要蹲马步，要蹲马步下来，靠着不动哦。好，好，然后呢？来。网子来，网子给我。你要抓鱼，不是抓我啦！你要抓鱼，不是抓我，好不好？你抓我没有用。来，你说怎样？等一下，你就靠腰力。我以为你在骂脏话。来，这里拿着。好。好，往前。啊，从这边，从这边。三二一。哇！中了、啊。你大哥，大哥很会做效果，我们没有要做效果，我们真的需要抓乌鱼。没有鱼啊！啊，没有鱼啊！你不要一直跟妹妹玩呐、啊！哎、欸，我们要干正事，好不好？要不然我们真的都没办法离开这里哦、喔。你要往前，你要往前。啊！啊完了！完了！好好好，嘘，鱼会跑掉，鱼会跑掉。哇，台湾地图。你们好像来到游乐园一样哎，啊，应该没有。有感觉吗？哎，中中的，中中的，有，哇，乱枪打鸟，什么乱枪打鸟？哇，恭喜你，公姑，恭喜你抓到一个网子。哎哎哎，还是再换一个男生上来。我是刚好，你刚去了。再一个起来吗？好，啊，往后推，往后推。不行不行，回去回去。回去专业的来了，来！哇！哎呀，你的，你啊，赶快把它推下去。很大哎，你的好大哦。对啊，它那个抛物线很好。抛的很，对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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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抓，让你们抓，快点来！你怎么随随便便就？它会震动，它有震动就有鱼了。因为它是鱼老板。对，他们在感觉它。慢慢来，慢慢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有了！喂！哇！哇塞！哇塞！王哥，哎、欸，我们不能输啊！我们没有东西吃哎、欸。王哥，你不能丢脸啊，球不能白打、啊。哎呀哎呀，小刚刚还叫啊！一二三，撒网了。队长，你们三个没有抓到，不要回来哦。一定抓得到了。对啊，一定抓得到，超多的。没有。老板。嘿、hey。刚刚的可以吗？像这个就没有，这个就比较没有没有软的，嘿嘿。放你走。好，明年见。啊，没有。有一只虾了，我抓到一只虾。水。虾算吗？哇，虾子比。哎。虾子比这个更珍贵，我们赢了。水啊，没鱼虾也好。我们抓到两只虾。你把它放下去之后才勾，哎、欸，这个放下去，哎、欸、啊这个，等一下勾住这个，对，加油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看起来又没抖动，哎呦呦呦，有了有了，有有有有有，有了一只啊，有吗队长？有啊一只，有了，最肥美的一只，哇，那个很肥哎。最好的成熟度大概是多少？七八分。哦，当然那只是颜色的一个区分而已、哎。那如果最好当然是九分，刚好接近十分，那最好。就是要橘红、橘红这样吗？对。所以其实最好的这乌鱼子的颜色就是大概这样，对不对？都有点偏橘哦。对，我一记啊。
哦，所以我是乌鱼子的发色，乌鱼子头了。从现在我们就改一下，就乌鱼子头。OK OK， 好，可以。接下来就要腌制了，对，腌教你们一次啊，这样子，直接我们就这样子平均分布上去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从地方好，就是从这边一直排这样子。这个，哎，它卷特别大的呢，哦，肥猪猪的，它的头很适合埋在盐盐里面，他说跟乌鱼子颜色很像。对啊，他头，等一下我帮他腌他的头啊。你看他每一个我们腌制的时间要经过一个人的手，其实这样子每个人去腌是不对的。哦，每个人每个人的时间，哎，每个人的研发的分布，所以我们已经搞坏了这一批。我要澄清一下，这一批不外卖，因为这个品质不是我林家乌鱼子可以掌控的。没错，其实乌鱼子重点是要那个风干。啊，嘉义县，嘉义县为什么是最好的一个乌鱼子制作？因为它在太阳，东北季风来了，这边是干冷，对，没有很大的太阳，也没有像那个湿气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有风，对，有风。有风是最好的，有风，哇，对，然后就再洗掉，是不是？再洗掉，洗掉，洗掉之后每天就是日晒的，日晒，要晒多久？就大概七天以上，七到十天，看大小。那像那一边的那是晒多久了？那大概三四天而已。哎，一人一片就直接吃了，可以，真的吗？一人一片，好。怎么看？像吃鸡排这样啊！来这边有在吃这种，真的吗？什么没有？就乌鱼子最多。来，好吃的吗？闻闻看看。当然没有，就是要吃一人一块。闻看看，一人一块吧。这比较深的，比较浅的，有没有？来，你自己拿一下呢。来，三个颜色都不一样哦。哦，有些味道。你好像在带货的人。那火烤之前浸泡一下酒，高粱，对，高粱，浸泡一下，对，来这个在浸泡的当下，制作另外一种。来，到底要来去哪里了？哎，你们都有情绪哎，讲话讲话温柔一点。还有手上有刀，小心。可以直接这样给我们吃吗？我开了，对，没错，直接吃。哇，好的品质，盘子就是可以。上一个盘子。哎，你把这边当大卖场啊？哎，可以哦，他们需要，他们也是有辛苦有付出的啊。哎，他今天是最努力的小帮手哎。本日酬劳，一片无。一片计价，一片计价。可以啊，我想要切薯干条状，那个乌鱼子薯条。哇！满足你的愿望。哇！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吗？你是说真的？黄金薯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哇！好好吃哦！直接那个软香啊。对。它经过重压之后，它是很扎实，软硬度刚好。有的会太粘牙。冠军哥哥，再帮我们切一片吧。等一下，我火烤的时间到了，你三分钟就这样子，就三分钟到了。不讲话，不讲话。哎，他只要烤的，来，哎，超好吃的哦，烤到一个表面焦黄就好了。那应该是用火枪烤比较快吧？当然，可是家里也不一定有火枪。嗯，对，一般都有水枪，不一定有火枪了。传统的，不要讲，你快一，你快接啊！你要吃之前应该要先来烤个乌鱼子吧。好，那我一边吃一边烤。来，你来这边，你来这边，我来，你过来这边。冠军哥，你看，不错，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直接喷枪，这样子喷，表面焦焦的，对对。我们现场说哦，加欧记，可是要八寸，就是整口这样子。要大口吃啊，不要小。这个也很好吃，很好吃哦。当然，冠军的。这个还你好不好？你哎，泡过这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想用的，就是正常的泡过的。你们吃过之后已经回不去了。对，来再来。还有什么样的吃法？还有什么？乌鱼子酱，乌鱼子酱拌饭拌面炒菜就是做一个。会点缀调味料，对，好，来来，到试吃的环节喽，来试吃哦，嗯，好香哦，这是新鲜的，我下去试试看，好酷哦，好想吃新鲜的，看看没吃过。像大哥说，它有点薄脆，然后呢，因为它这个是用油煎的，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质地更软，比那个用火烤的。你是想参加什么节目是不是？我想要在这边永远帮大哥。李总，大哥那个他女儿在那边戴口罩那个，哦好，建议这种长相一点。对，你怎么跟他传一顿来？讲爸爸这稳到底呢？讲，就讲我已经怀了乌鱼子啊。冠军，不知道怎么想跟你讲话，还有画面，而且他刚脸还震动哎。
很僵的专业的地，我在看这个专业的。这要整齐啊！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吃法？比较年纪大的长辈可以用什么样吃法？比较不会料理方式，差不多被炸回啦。位置跟那个酱两个拌在一起炒饭，豪华的啦，炒饭了。对。林大哥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们这次啊，有一个最主要的任务，就是做一个关怀老人家的一个暖心的暖心食堂啊。不知道林大哥，你愿不愿意让这些七十几个的老人家，每个人在吃饭的时候手中都拿一片这样子？因为东西好，品质好，其实不用过多的料理，他直接吃。浩哥，你说整个。对呀、啊，人手一片，人手一片，然后一边吃饭说哇 ，nice， 我一记啦，这冠军呢。你刚才讲七十几个，可是你们现在才六七个，就这样子，那七十几个没有，就一人一片就好了。一人一片，差不多你好看，我们晒的那边就够了，就够了，够了。那还好，我家还有两个，七十二，七十二。没这个，我们等一下再跟他讲。如果有就有，没有我们不勉强。但是如果有是最好，因为他们会很开心。哦、你讲这样子，我都不能说不好。对，因为做爱心，我们也要跟着要做爱心，真的抛砖抛砖引玉，就是要我们做爱心也要冠军。哎，这差不多。炒了那几瓶，差不多吧，至少六百，六百啦，六百，六百乘以七十等于多少？四千啊，四百啊，四百，啊，四百，你安尼是要做我惊死，四百里到底四千里，哦，要叫人惊死，好难卡了，你有在想哦？四百里到底四千里，哦，没有这么机会可以这样子吃的，真的，真的吃不到，乌鱼子香肠。来，哇哇哇！好特别哦，会超香哎，好笑哦，很有趣哎，其实这样也很好吃哎，而且这个老人家应该好下口哎，嗯，比那个鳍鱼蛋还要更鳍鱼卵还要更软，那咬下去的时候，那个鱼卵的那个香气很扎实的，也是一个爽感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那为了我们互相交换，我们请我们妹妹唱首歌给你听。好，唱首他们最新的专辑作为答谢。好，来。老师说我是颗烂苹果，没料到我与众不同，闯荡风起云涌，嘣咕噜咚咚咚咚，打扰了各路英雄，爱慕新人登陆地球，要你疯要你躁动。谢谢林大哥，好，谢谢林大哥，谢谢。我想吃你们今天吃那个乌鱼子，哎、欸，有我也想吃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都是一整片打开用啃的，哎，有帮你们带回来，所以你们今天吃乌鱼子吃到饱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吃到饱，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让我们吃到饱，你看拿纸包，浩哥就一直开，好过分哦，所以你们今天很平安吗？财务有啊，张立东把人家的小帮手推到那个海里，而且是用脚，哦，他今天来的小帮手就是小魏啊，没有上次帮我们唱片头曲，小魏林欧，还有温。小伟直接拍了喂，就下去了。这么夸张？哎，这里有干妈店呢。哇，这等于是他们的活动中心了。草莓夹心饼呢？哎，它有古早味饼干，还有菜包饼。购物哎，哎，这个还可以欠债，太酷了，欠债版，看不巧哎呢。真的？那可以欠多久？那我可以欠吗？我不行。为什么？外地的，谢谢啊。走吧，我们去看民宿吧。哎。前面那个派出所不就是操场旁边吗？运动场啊！哎，真的好近哦！白子茶香居是我们家吗？这个吗？哎，有是这个。哇，这里有泡茶的，很久没看到嘞。我们快速开个会啊！那个阿里山暖暖食堂午餐，然后呢，明天呢，我们是午餐是11点开饭。11点就开，哎，哈，那我们要几点弄啊？然后，所以啊，11点我们要往前抓，等一下讨论一下这个时间。然后总计人数呢是60人份，然后呢内用长辈有30人份，工作人员8份啊，然后送餐长辈4人份，然后特付也有18人份。哎、欸，这里到特付也多久？特付也你们两个查一下，因为是你们两个去吧。你们两个不是很爱嫖对吧？你们又要急着你们当接天涯了。我们这次做的话，会比它做的比较精致，就是每人一个那个餐盒，大概是像日本是9宫格的这样的概念。白食料吧，白食料一样餐盒。所以明天的菜色会，饭的话，我们会把饭做成像米汉堡，圆圆的，但是像成蛋挞啦，小蛋挞，然后上面就是放那个主食，宫保鸡丁，然后一个是那个腊肉的。然后一个是可能明天试试看，试做看看的是那个乌鱼子的，
鲑鱼牛小排的类似寿司，海陆烧，海陆寿司，还会有一个那个粤式的比较清淡一点的那种粤式的甜点的话，就是那个糯米酱。那所以明天团干活动的话，就是刚老板娘讲八点了，八点会来。啊，我们可能备料，厨房备料比较忙的话，可能是我跟郭哥跟莎莎一定是走不了了。我觉得安排一个人去就好了，去跟他们团干。那就你了啦，你去啦，就我一个人。哎啦，你同你可以吗？你们把剩下的那没有。如果我们在厨房里面发现又有废咖，连帮助都没办法，就把他赶出去。要不要我现在先把他赶出来？到底要不要我现在先把他赶出来？我就不讲，好不好？我私底下约他。没有啦，先看啊，还有都要送他们东西不是吗？对啦，东西有什么？我们那个东西，这个是我们的，这个是哦，对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他们很需要。如果他们在家里懒得出来的话。然后热了就可以吃了。哎呦，这个哇，这个可以。哇，他莎莎，哇，他的莎莎，什么呢 ？Super Mario， 他莎莎，你看看我喜不喜欢？我跟你讲，这莎莎也是，他莎毁，大姐，哎，又有耗时了。来，我也大有耗时。哎，你怎么用一些？好像你家摆不下的东西，不，怎么摆不下？是好东西耶！哎，这好东西，这哎，真的，好东西，这组我们已经收到无数次的，什么时候换新的？努力了，努力了。康乐鼓掌，这些礼物你觉得还满意吗？那可乐，照单全收。那你要整理好哦，拿去给他们。哎，这么多礼物，就等于说我们人离开了山，但我们的温暖还在。真的，好好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明天我的工作。蛮简单的，我就是把那个甜粥做好，然后我要先把桂圆泡在酒里面，然后弄完这个之后，我就要去包春卷，生春卷弄完之后，然后我要去压饭团。感觉时间好少，明天可以晚一点吗？就不能晚一点吗？而且你明天是负责逗乐他们，对，其实压力蛮大，但是我会叫你出来， okay, 好不好？ Okay, 可以吗？ Okay, okay. 上次你要去外送的时候。你把我抱下來，你不要记这么久，其实过很久，我很难过。OK OK， 好不好？我是真心难过，但是我这一次我会把你拉出来。他其实他们已经把我们视成生命共同体。好，那我就放心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可以晚安的吧？可以晚安的。访客来了。今天累不累，国哥？今天其实还好，重点是我们今天忘了带浴巾。对，所以我们有一条、这个你光是擦你的手臂就没了吧？所以我擦完要晾干再给他，他在擦我，擦过他的屁股再擦我的脸，帮他擦背，擦背。这边有录，我刚刚有去当访客了，所以我就录在那一台，所以就直接在那台看就好了。OK， 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而且我们开门就见山了，你看，阿妈一早就来了。早安，阿妈早安。哎，这风景也太美了吧！哎，你不觉得空气也太好了？山配到这个老房子，水干。对，唯一的缺点是有点早。现在是7:15，哎，他们要去上学嘞，好可爱哦。上班啦，来喽。可以有平底锅。哦，来厨房喽！先领。哎，喝杯咖啡。哦，还有咖啡机耶！艾丽的咖啡，来，你要不要一个？咖啡好帅哦！要不要一个 espresso？ 啊，我要喝咖啡，谢谢。哎，他们有帮我准备这个汤哎！啊，好棒！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你把它打开以后，然后加热5分钟就还原。哎呦！早点拿出来，我们就不用煮了。哎，今天午餐看我的。可以吗？午餐我处理，午餐。哎，好多种口味，哎，有六种，它有六种，它里面有料，有蔬菜，然后还有肉，而且一个就3到4人份，对，很赞。今天我们不要煮，可以给我一包带回家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要煮员工餐。现在冬天想说 ，OK， 我煮员工餐。
这个啦，乌鱼子先吃啊。早上一大早，一大早就乌鱼子分量不够了，已经分量不够了。你先啃哎，不用，超好吃，不用7:22的时候啃。哎，你们备料有没有洗手啊？有。洗手。开工喽！开工喽！耶！哎，刀子要洗一下哦。好。胡哥有洗鱼肉哎，吼！已经有一个阿妈慢慢的推着他的推车来，你看，超可爱的。他等不及要来吃我们的午餐了，他等不及跟你要团干活动，赶快，我们赶快。哇塞，哎，这个刀具好酷哦，好霸主哦，这好像以前学校美工的那个东西哦。哇哇哇哇哇！机哦，哇塞，啊，那个切弄丝的，各种哎，对啊，用圆圆的，万用刀具组啊。这是弄丝的，那等一下我们用这个就好了。对，那个是头发。太湿了，就是太薄了，太一条有一点太细了。哎，东一东，快点来。好，这要削饼，还是你削？我帮你切一点。我削完。我削皮会比你快，你看。没有。很快了啦，好，削完。哎，那这个要怎么切丝？我已经切成这样了。这样。你的手好危险哦。那我用小的，可是小的不好切，这样。对，然后你要抓每个薄度差不多的。好。把切丝的工作交给他们，你有什么事要？等一下鸡肉要切小片，就水洗就好了吧？对啊，水冲一下就好了，把它冲一下。轻松的工作交给他们，那我们来做一些比较难。很难的。什么？很难吗？没有，这有点难，有点为难哦。嗯，这比包饭团还难。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从来没有切过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这样速度好像快不起来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能要切一上，我们速度要再加快一点。哦，哦，我觉得这个朋友我们很危险。三总，你们如果不懂的要问了，不要切下去再问了，真的哦。好，因为没有食材了，只有那些哦。好，没有，我只是说不要。不是啊，你这个为什么大小又不一样？没有，因为想说这个的，这个是小的比较快，啊，这个不行啊，要煮起来，因为这个要煮是吗？比较烫。不是啊，你要煮啊，我问你啊，这个下去，这个这么小要煮几分钟？这个要怎么？这两个大小是要。就是如果你不懂要问啊，你们不能切下去之后再问我们说你要这个要怎么弄，因为只有这样而已啊。好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没有跟你们在玩哦。你这个要切就是你要切就切这样，你不要再给我切这样了。好。你不要再切这样了，你跟红萝卜切一样就对了啦，不要再改刀变成小刀了。确定了。确定了。确定了。我等一下再出来看一次。乖。你刚刚没有看着外面，他们那个刀都乱下刀哎。可是我刚刚跟他们讲怎么切。你那个你没看好，他们那个刀都已经有的切条，有的切丝。可是我觉得他们可以切那样很不错啦，你要给他们。不是很不错，是我们不好用呀。哎，那你等一下你稍微煮久一点就好啦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那我把这个切一半。好，那就差不多。那我们切一半，可以哈，主管。我好慌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那我这个就是都切一半啊。这个好啊。
嗯啊，确定哦。我好害怕，我害怕搞这个责任。不怕不怕，就是一样。好好，一样。从头到尾一样，不要一下出一下戏。我可能要下去带团康了。你不要给我躲。阿妈好像来。我待会就要下去了，你哎、欸，待会你这个也要讲，我们是一起的。哎，对啊，你赶快弄弄，我们现在都没有过去那个桌子。那我整个要切半喽。不是啦，你不要再想了，你就是跟刚刚切一样，你不要一下出一下戏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你小声一点。奇怪，我又慌了。他们俩现在很慌。他们两个现在很慌，很慌。不是啊，因为他们一直想说要怎么办。不是啊，他刚不是已经切一样就一样了、啊。对啊，他们一直想说怎么办，他要细点。他进去打小报告是不是？他表面上是护着我们。进去打小报告。你不能进去打小报告啊。不是，我要先预告他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这样是一样。可以。不是一样。你很棒。我很棒，我很棒。怎么到处都是餐巾纸啊？郭哥，啊，你手，我需要你的强力左手，我转不开，用这个。这里，郭哥，你已经用很多了。餐巾纸魔王给你。请问一下厨房要怎么？楼上。好，谢谢。刚才那个不是叫我们吃吗？我叫。Hello。好啊，前辈，大帮手。哦，你好，Hello。是飞龙在天呢。他可以把那个锅子给捧上去。哪有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？里面有很多很多。切大葱。姐。你叫他去里面，你怎么当他的老师？你好意思指导他吗？不是啊，叫他帮我们切大葱，大葱很好。他弟弟不是那个我们一直许愿的那个啊？是谁？江正成。对啊，江正成，他应该也很强。他超会煮的，他也超会煮吗？他有出书，真的。他出料理书哦。对。料理书跟宠物料理书都有，所以他人吃的、宠物吃的他都可以。对，好强哦，他超强的。哎，小时候我有看《飞龙在天》哎。什么小时候？你在看啊？对了，你小时候。我的小时候啊，请求飞龙。厨房应该很需要你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那个周族的一些长辈们是几个人吃啊？对，大概七十个人了，60个人，然后10份是我们 Ubi。今天的菜色有宫保鸡丁、蒜苗腊肉，然后还有乌鱼子，还有一个海陆的一个，还有鲑鱼，像握寿司的那种。老人家吃那么澎湃啊？老人家许他们许愿要吃海鲜，吃肉。如果里面压力，文哥平常也很会煮菜，那你刀工一定很好喽。还可以，还要切肉，帮忙切。张立东，你要干嘛？你是被预约了是不是？张立东，红哥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肉拿去外面，然后因为你很专业，你可以督促一下这几个小王八蛋吗？教我们怎么切丝吗？督促是不敢啦。你拜托督促我们啦。他们这边是要做那个粤式春卷的内料。OK。好开心哦。这样会有点慢的。哦，对，好，哎，发现问题了。切丝高手来了。需要切很细的丝吗？不用，差不多那样。大概这样子。哦。吓到椅子掉了。我想看见他怎么弄。他好像这样而已耶。没有了，如果是刀够力的话就可以。哦，这样哦。红哥，你在里面切也可以哦。没有，他们里面不是在做那个宫保鸡丁吗？没关系，你进去他们也不敢说什么。他切好细耶。你要不要拿一个捞子啊？就过个水就好了。过个水就好了，对啊。
这才放下水，马上捞起来了。我们要来说，他们有许愿，他们想吃宫保鸡丁，比较好咀嚼的。对啊。哦，两三百条啦。丁呢？而且你现在哪来？雕，而且你要不要拿一个东西出来接他？啊哟喂！啊！干嘛干嘛？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哎，这水太多了。这怎么会这样？水太多了。你这骨也抓出来嘞，太满了吧？没关系。电锅的锅子可以装到几分啊？水多八分。是要下去玩游戏了？没有，够软了吗？我看一下。你要去拿一个筷子？试试看。在找什么？哎，找筷子。啊，真的。你要夹米线了？对啊，没有。你要不要拿个那个漏？漏。漏勺。东东，给你了。对啊，东东，你是给到了。张立东。怎么了？拿一盆水，一个筷子，有这么难吗？快点呐！这会不会太烂了？对啊，快点！那你骂他，你骂他，这会不会太烂了？整个都太烂了，而且你要洗过，整个都太烂了。你要一个盆子放水会滴，你好被烫死了。这锅哥给我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啊！你快点啊！哎，有没有可以装那个的啊？米线的啊，大盆子啊？拿那个锅子啊，刚不到装水的锅子。你要去哪里？这个冷水，冷水。你可以加冰块，你刚才的冰块加水就好。哇哇，太烂哦！它计时多久啊？它计时多久啊？十五分了。可是它泡冰水应该 OK 吧？可是冰水，东东，哦，你看它都断烂到断掉了。哦，东东到底是去哪里？冰块啦，哎，那我要去叫便当了哦。叫什么便当？叫阿公阿嬷的便当啊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要赶快叫便当，我来不及啦。你的面线软起了啦。软起了吗？我才煮十分钟哎。这肯定变成那个大肠面线的面线了。是吗？不说话。刚刚你还要再去拿一个，因为把冷的，不然你放。死定了。米线太烂，米线怎样？烂掉。啊？烂掉。啊？煮太久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太软。啊，全部。两包。哎，米线现在是怎样？有点太浓了啊！怎么煮？为什么一次要丢两包那么多？我不是啊，我说我不知道哦。不是啊，你现在赶快把它弄起来啦！他现在进去拿碗，那满了啊。没关系啦，老人家牙口不好啦，我们只能这样，没关系的。不是啊，是我们这边都买不到材料了，所以你们这个失败了之后就都没了。有啦，泡冰水有好一点啊。哦，好了。你要确定呢？好一点，赶快捞起来啦！这样已经变面线糊了啦，那改做面线糊好了啦。哎，算了，你们倒掉，你们不要弄了啦，我们等一下弄，我们自己弄好了。你们不要弄了啦，我们等一下弄，我们自己弄好了。你们这样越弄，全部都烂掉了。哇塞，真的哇塞！
只有我看到这你今天好惨，被盯的好惨，是真的很烂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先去杂货店，你冲去杂货店看一下里面。哦，昨天那个杂货店，你赶快去问看看。你手刀冲去啊！我去买米线好了。你不要讲，你赶快去，你洗的哦。赶快，赶快！哎，他们已经在等我们，完蛋了！我一看到他们脸就很内疚，我把他们的米线煮烂。这北用的呀，这边都用。我请他去杂货店看一下，等一下回来看看。他去买一个啦。那个等一下拿回来，你们不要煮了，拿进来给我们就好了。好。哎呀，军工啊！哎呀，我没有去碰那个。做好一件事情就好。我今天会煮午餐给你们吃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应该是老天爷给他的一个暗示，因为他刚才叫黄文哥切小黄瓜，所以导致于他没事做。没有，其实这个面线哥是立冬天进去说，面线要不要煮？哦，那我去煮了。哎，我们先也可以先煮米线，那我来烫米线好了。米线在哪里？浩哥，米线在哪边？浩哥，米线冲水再煮就可以了吧，对不对？张立东，你进去那么久，然后拿两包米线出来，你不错，不错，真的。哎呀，我有坚持做这件事，真的，只是小偶尔红萝卜会掉在地上而已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你这边会有卖米线吗？米线吗？不是面线哦，是米线哦。这是面线对吧？做生春卷的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呢，我没有做过，我不知道。面线可以买吗？我买完又说我浪费。要不然你不行，你就包好，你再拿回来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我这几个拿去，是不是较紧？好，啊，明仔载袂得当，我再拿回来。啊，完蛋。快好了，你回来了。你改面线，他好像没有米线。你改面线，你买那个什么？面线？没有，他只有这个。那这个不用啊。没关系，我会拿去还他而已。还是你要拿去给？还是你去问哥？好，应该是不行，我猜。还是你意思意思问一下。需要要帮你问吗？好，我去问啊。浩哥，面线可不可以？不行，那就拿去退掉喽。对啊。算了吧，不用哈，放弃了。好，放弃了，没事啦，放弃了。好，你拿去退呗。好，谢谢你哦、喔。不会不会。你有想要弥补的心，就是很好的开始。没事啊，你就拿去做别的吧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真的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我们挺你。我们挺你到底，放心，有我们在。立冬，哎，可以把张立冬换掉，换成那个红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哦，我是觉得蛮好的。当然很好啊，你不要再动刀子了啦。可以啦，你去里面洗碗就好了。没有切啦，没有啦，里面有一个超伟大的锅子，你去撸一撸回啦。好好好，你把里面弄干净就好了啦。他现在拒绝跟我对做接触，拒绝对话。而且我在这边听到超屌的刀工。感觉红哥的速度很快，他速度好快哦！太自在自爽。对啊，厉害红哥，红哥来了，忍不住。对啊，对啊。出现，让我们降了好几级。想不到我们还可以更下去。说赶紧给他起来倒沙缸，然后，哎，
耗子你们可以去布置那个了吧？要去要去。对啊，我这个行。张立东一起把他带去就好了。立东走了。对对对，他带去他应该帮得上你。谢谢浩哥。不会不会。看起来好吃哦、喔。哦，这个好强。哦，米线煎。哦，麻油。这个是已经没有用处了，是不是？就是等一下加减看他们怎么包啊。Let's go， 去试，去适合我们的地方。去晒汤吧。哎，阿公阿妈都在那边晒太阳哎。嗨，你好。请问你是社工？社工姐姐吗？是，我是赵服务员。好，赵服务员，赵服我们也赵服他们。会叫长辈叫阿基。阿基，男生。八一，八一。阿基白衣，阿基白衣，嗨，白衣，你好，我有嘛，对不对？他也有吧，他也有。好，谢谢啊、喔，谢谢哦、喔。今天都很打扮得很漂亮哦、喔。很漂亮。哎呦，有挖口红呢。当然要，当然要。啊，等一下会玩游戏，玩游戏套圈圈，然后套中就有礼物。好，欢迎，是海街的。哦、等很久了，哦，抱歉呢。你们平常会在这边唱歌吗？听呢，我觉得我刚刚搞砸的，好像被他们疗愈了，被他们温暖到了。米线事件，米线糊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先来装那个？所以他们平常也都会玩这个。对。我们把那个数字贴上去，好。好。好。这个要拿出来。要拿出来，好。对。谢谢姐姐。谢谢谢谢。你很专业呢，你套得准吗？不准。不准。你怎么这样问呢？不准你这样说。你会切萝卜丝吗？你会把米线煮烂吗？你家里有米线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怎么安慰你兄弟一下，浩子哥？什么东西？没，他不是安慰我，他是说，我们在上厕所，他就说我不希望你变强。看到有被骂，因为你的存在让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烂。我觉得自己好多了。米线世界。不是，你就突然进去说你要煮米线，就是都要做事啊。两三个礼拜去学厨艺就好了。你不要去学了，就是我们。变强，你是怕我变强？你不能变，你绝对不能变强。你就是怕我变强。我拜托你不要去学。我要，我想被称赞。看到有人被骂，我实在让我觉得，我觉得自己好多了。还好有你，一路上有你。但我会突飞猛进哦。你不要去学厨艺，我真的会去学。你不要去学厨艺哦。我真的要去学厨艺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我这几次，因为我分配的是饮料，所以我不知道这几次全部都是切的，所以我遇上一个超级大麻烦，所以我会变很强。我现在是认真跟你讲，那我就要专心在活动上了，我再也不进去。你不行，你不行，我不要，我再也不进去。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变强啊你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七，一这样哦。哇，你现在满脑子想说我会变强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变强，你不要变强，很自私的一句话。那你可以不要去学吗？你别往心里去嘛，他就是这样子。没有啦，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啊。阿老公阿妈的牙口不好，本来就是要烂一点啊。可是刚刚没有人讲话，我而且讲话对吗？我在里面是听到全部人说打他，在干什么？骂他啦，骂他。张立东，怎么了？黄哥，你骂他，你骂他啦，整个都太烂了，整个都太烂了。我们比他早先骂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上次丢下你，你这次也丢下我？我哪有？我马上叫你出来。我已经沉默大概十分钟，他就说立东没事了。我是第一个跳出来，我是第一个跳出来保你。不杀杀我就不敢讲。我是在下面玩游戏吗？
怎么没声音啊？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回来了。会，我是说他们应该会在下面玩得很开心。不回来，我就拿着这把刀去找他们。你现在切这个是要做什么的？红枣啊，丢进去，但我怕纸老人吃到会。你说那个甜粥啊？对啊，已经很香了。那你现在要做什么？卷那个月氏春卷，看有没有办法包七十份。七十份，七十份，七十份，这实在是，量实在是。你大概十份就可以换人，一个人包个十份就。量实在是很难，很难抓，很难抓。因为反正自己在家煮菜嘛。对啊，自己宁可多不会少，你知道吗？漂亮，下面好像什么中秋联欢晚会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可以过去了，要玩游戏了。我们要玩小游戏了哦。好，那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礼物好不好？好哦。啊，这个汤他们很爱的。哦。这个回去你只要把它打开，加热五分钟就可以了。加热。直接加热，什么料都不用再加了。你喜欢这个对不对？很方便。里面有蔬菜，还有肉块，打开就好了。这个阿弟很喜欢的。阿弟。你喜欢这个？我老了不行，不行。沙沙的写真，看不出来。沙沙的，总看他说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游戏要开始了。来哦，阿弟你几岁的？82岁。哎呦，82岁这边请。82岁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哦，差一点。好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哎呀，可惜了。给他什么？哎，参加奖游。有。哦、oh, ，好可爱哟、哦哎！好，来，那请，那请，来哦。哎呦，哎呀，送的啦！哎呀，安慰奖，安慰奖啊！团报，团报，团报。转圈圈，转圈圈。他说好可怕。好恐怖。很厉害哈、哦，加油。庞哥，最大奖！哇，幸福时刻，幸福时刻，怎么幸福呢？就是让它飞高高了。好，一二三，哇！哦，妈祖出巡了，马毅来了，到山上去坐小火车走，坐小火车了，有幸福吗？有开心吗？你看这阳光洒下，开心，好开心啊！开心耶！他笑着了，他笑了，笑了。好，然后降落了哈，降落，降落，降落。有很期待我们的午餐吗？有。那先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一定好吃，但是再等一下哦。诚意啦，诚意。有了啊，差一点。最远的到里面。男生最远的，有人说叫你到里面一点，到里面。有，再大力调整。有，再来，继续。哇！中了！这样还没进，不是你刚刚侥幸在这，这样还没进，怎么办？抱抱，多久了？酸菜白肉锅，对，抱抱。哇，哎呀，抱抱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啊，不一样，爱的全程抱抱。你看，你不要。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们？会不会打枪的？你是嘴巴说不要，但是心里更不要，你更不要。照刚才不会，照刚才的不会。你连样子都不做啊？他想套后面。哎呦，有，有，哦，有了。哦，说九就九。哇，二号是这个哦。你不要看。二号吧，你就带回家看。哇，真的，他真的要！
哇，真的，哦、他真的要。哎、欸，口嫌体正直，嘴巴说不要，结果硬是套二号、欸，哎，就是你的啦，莎莎写真集，拿回家，待会可以请他签名，海报、啊、海报，对。不哦，不会啦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他在上面，这个，小黄瓜丝刚刚是谁切的？我大家。但我跟你讲，上面那些可能是东东，哦，因为后面是换他切。切的体型有点豪迈，所以会去戳破那个皮。OK OK， 了解了解，我会再把它督促他。浩哥，我可以先去大便一下吗？可不可以请 Vicky 帮我补个妆一下？补完我就不哭了。还有什么要做的吗？有啊，那个怎么了？离开，他的狗狗过世了，没事啦，改天就会见到了啦。他搞不好他去投胎转世啊，他先去那边而已啊，改天就会遇到了。龟姐，借我冲一下。你这是干净的水还是要洗？我干净的。为什么？没事没事。人家的狗早上离开了，几岁啊？十八。他还是很舍不得。对啊，一定。但他这样他比较快乐了。原本想叫他带我回去的，然后早上跟他说，你不要等我了。你想，你觉得不舒服，你不先离开没关系。然后就听我的话。讲完电话，就走了。过了一个小时就走。我刚刚看到讯息，才看到的。没事啊。我原本想忍住的，忍不住。等下我再看看他。好。你要补妆吗？我先把碗洗完。花椒，几点要出菜？十点五十啊。十点五十，炒大喽。差不多啊，没有。那我把炒了呀。啊。现在十点半了。十点半，然后要留十八份，是我们用那个，如果来不及，我们就用大的，像自助餐那样给他们就好了，好吗？好，好哟。怎么感觉好像耗子在录大集合？大家玩得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，哎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有拿到礼物吗？那现在几点了？现在要十点半。十点半了，午餐待会就会出啊，大概两点半我们就会供餐了。吓到，吓到！他们这么看的，他们是先说啊，两点半，两点半，他要回家了，等我回家，等我回家，马上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哈，然后可以先自由活动一下。对呀，可以互相看一下礼物啊，有没有交换一下？嗨，我们回来。欢迎回来。你们结束了？嗯嗯，张立东，对不起啊。干嘛？我好像太凶了。没有啦，我会改进。不会，你不用改进，下次不要做就好了。你不错的啊，老师。OK OK。十点三十九了，各位。刚刚浩哥跟你道歉，你有差几点这样？有。因为他刚才就问我说，他道歉完下去就说，你下次还是不能做。因为他刚才说，哎，我刚刚会不会对张立东太凶了？会啦，真的吗？有一点点啦、
怎么了啦？没有啦。等一下呢？等一下还是去跟他道个歉。不用啦，他知道你是来得快去得快，我也常常骂他，没事啦。男生有什么好？又不是玻璃心。我们外送的要先送吗？不用，大概11:30，然后十一点他们会先一群人来吃饭。10:00。沙你那个里面是不是还等一下还有个乌鱼子饭？好，对，我等你好了，我就进去拿。51分的，杀那个乌鱼子饭，好，然后乌鱼子酱，好，好香哦，香哦，香到底下。我听到阿嬷肚子咕噜咕噜的声音。可以再给我们15分钟。好。这个等一下给你们，然后这一个装你的要装18个牛肉鲑鱼卷，这是那个特富野外带的，然后不用帮他们装饭，他们有。我觉得我像营养午餐阿姨哦，好难哦。我们是在做学校的学生吃的，他们大概下午第二节课才有午餐。我可以吗？你可以。Yes, you can。肚子饿吗？那没想到。饿啦！哇！11:11。浩哥，你烤乌鱼子好了吗？蛮美的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乌鱼子我给它特别切很大片，对他们说肉要吃很大块，他们都想要肉很大分量。内用的够了。等了，午安，你们刚刚的礼物，你是拿到我海报的人吗？那么有缘。里面坐哈，看你们想坐哪里，每一人一个餐盒哦，然后看想坐哪里，这是月光宝盒哦。他们有这么晚吃过吗？没有，过记录了。那你最晚的一次是几分？40分了。11:40。好，我们现在多少？12:00。56。哎，你很厉害。不会了，你们煮的太好了。你一个人搞定这所有，厉害。谢谢营业中大家请用。月光宝，我们一直就是想要让他们有一种酸甜苦辣，所以我们希望用一些海鲜啊，或者是像我们今天的乌鱼子跟月氏春卷的酱汁，酸酸甜甜的，希望他们吃到这些东西，让他们的心情是非常快乐的。尽情享用，可以吃。看他，要看他们打开会不会哦，要有哦才有，我们才有得分，没有哦就没有。打开哦，那么可爱哦，我来拍一下。哦，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帮大家准备的这个餐盒，叫做月光宝盒。
旁边这饭呢，一个口味呢是蒜苗腊肉，然后这边是宫保鸡丁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是那个生的粤式春卷。大家有许愿的说想要吃一些海鲜，然后呢，我们有特别跑到了那个东石冠军的乌鱼子，我们昨天有去那里做乌鱼子，他们做的，然后特别帮你们把那个乌鱼子带上来给你们分享给你们，然后旁边呢有一坨那个黄色的那个圆圆的那个饭，那个也是乌鱼子饭，对，它是用昨天我们新鲜采的乌鱼子软，然后呢下去干煎完之后，然后再把它和在饭里面，然后再把它塑形成一个那个小饭团。然后这边有那个阿里山刚刚新鲜采下来的山葵，如果有人需要的话，来你们举手，这个我们这边有海陆烧，举手哦，这个姐姐也要，还有人要吗？只有阿里山才种得起来的，试试看，新鲜的这个姐姐也要，好，新鲜的是不会辣啦，那你们先慢用哦，慢点，帮你拿。哇，你是带酒吗，哥哥？你要送给你们的。你要送我们的。老师，哦，真的。对。老师，这个哥哥要送我们礼物。小米酒，有有有。哦哟。这是公主的酒。礼尚往来。他叫摸又摸。摸又摸又摸。谢谢你。谢谢谢谢。你想要签名的，他想要签名，看本人，还有看本人，看本人，他怕图文不符啊，我去帮你叫他，坐着，我本人一模一样哦，穿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穿这样子，穿这样子出来哦，大姐，准备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哎呀，大哥，你那个血压的药有没有准备先吃啊？你要先吃啊？怎么啦？看你，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你看这个本人一模一样啊，要摆个 pose 啊，不行哦。太失礼了，太失礼，太失礼啊！我喜欢这样。请签名，签名，签名，老板，签在腋下。好，签在腋下。有没有一模一样？有哦。对呀。谢谢。这个可以。要摆个 pose 啊！谢谢。对对对！哇哇！好荣幸。害羞。那你们慢用哦。弄得好可爱，喵喵，弄得很漂亮。哦，这个太精致了，这个艺术。对呀，好吃好吃。线条高。对呀。你好厉害呢！我没有，我很努力。我觉得你又很帅呢。我很希望，很希望你们今天可以吃得很开心。你开心，看到你很帅呀、啊。真的吗？嗯。天堂。嗨嗨。来了，等我们一下下。等一下哦。哦，所以你们也是来这边取餐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可以一起用这样。十，哎，这十八的，这应该是十八的，四份的也还没留、啊这个。这个都还没，四份也都还没。等下这个拿出去，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在外面呢。那个是春卷吧？春卷。你们自己有饭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一人一个，然后这个乌鱼子也是一人一个，但我有多给你们。哦，谢谢。蒜苗在上面，这个是。宫保鸡丁。有，那就全到了。对，谢谢，拜拜，辛苦了。可以了，好，确认一下，确认了，确认，走，我先去，我们先去外送，我们吗？你一个人要做四菜一汤，然后给他们这六七十个就是长辈吃，对，然后。很厉害哎，厉害，其实不会啦。而且我们今天有六个人，我们有点围坐不来。其实，那个，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签名吗？你很什么？什么？签名签名，我是你的粉丝。我要给你独处时间吗？对，我是你的粉丝。那你跟我买时间啊？你跟我买独处吗？对对对。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就我啊，
不要这样讲啊！你是我的粉丝之后，我就更佩服你。真的，不会，太现实了吧？这是我师傅家了。这个吗？对对对，这里吗？对对对。他叫什么？他叫做明珠。明珠，掌上明珠。掌上明珠。明珠，明珠姐姐，你好。你好。我们给你送饭来了。来哦。那你就祝你用餐愉快哦。谢谢明珠。好，我的师傅了。好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好多猫。好可爱哦！这个猫嗷嗷待哺，你们看。我们放在这个上面吊着。对。几个？两个。Hello。Hello。你好。哎。Hello。阿 K。我们给你，给你送食物给你了。阿 K。你好。他在泡麦片。他饿坏了。Sorry。对不起。久等了啦。对不起。不好意思。你这个刚泡的吗？准备了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其实不是给他了，是给他的太太啊。哦，对，叫做他的太太是以前我们的那个，也是服务我们老人家的长辈啊。可是因为他最近身体可能比较不好，在徐盛。好，那回来给他这个我们的爱心的月光宝盒，对，让他吃。谢谢阿纪。好的好的，谢谢阿纪。好，身体健康。有，还有没有想吃什么的？麻粉，麻粉蛋糕哦。麻粉，麻粉好吃。哦，好吃哦，麻粉是好吃。Nano 麻粉，哦 ，Nano 麻粉。哎，很标准。哦 ，Nano 麻粉 ，Nano 麻粉 ，Nano 麻粉。谢谢你哦，等一下就有甜汤了哦。来，我帮你先收起来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要来帮你们送甜点了，这个是那个糯米粥，然后上面有一点亮亮的，那个是金箔在上面，一点点，对呀，漂亮呢，可以打开吗？可以哦。你们刚刚吃觉得什么最好吃？都好吃哦，都好吃，真的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阿伯，是什么意思？阿伯丢丢，什么意思？谢谢阿伯丢丢，阿彪彪友，谢谢。哎，他说粥煮的话好吃是哪？可是他们说很好吃是 nano 麻粉 ，nano 麻粉。阿彪彪友是他们很开心，然后谢谢啊，阿彪彪友。比较好记，阿彪彪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都吃完了哈。好了。哦，吃好了，吃完了。很好吃啊。我问他们怎么做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问他们。还是留下来做。暂时都要留下来。拜拜，谢谢你，拜拜，好吃哦，麻飞，对，他说要掌厨的是谁留下来，哦，留下来可以吗？永久，甜点是谁做的？哇，真的、哦，我可以跟你学吗？真的假的？他们说要吃啊，我觉得好吃，真的，可以，等一下，对，等一下我再那个，成功了，哇，每个长辈们想要跟他们讲谢谢，好。谢谢，没有的，谢谢，很喜欢，谢谢。来，哎呀，来，慢慢的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好来哦，一二三，你们来这边，我们全部一起再会。我们一起嗨，一二三。拜拜，好可爱哦。
累哦。嗯。你很累，有吧？蛮累，可以说实话。是第一次，哎，你是第一次上节目吗？打仗完之后的虚脱。你是第一次上节目吗？你说这个吗？实境节目，算吧。实境节目算。那你怎么会愿意来呢？你不知道这真的很累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知道要煮菜，所以我就觉得。那你有没有发现煮两三个人的菜跟煮几十个人的菜不一样？我想说你们怎么做100个人的料理？我们真的有做过哎。他有点很意外，我这样子做了这么多人。对啊，刚开始我就有问。对啊。你在忙什么？我要做牛肉面给你们吃。哎呦，嘿嘿，这是我最近找到的好东西哦。是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一包一包都是用有料熬鲜汤。有料熬煮。对，有料。很适合你耶。而且它是用天然的食材慢慢熬煮。然后可以当做100%呈现食材的原汁原味。你打开就有大块的肉，然后还有蔬菜在里面。有会，你每个不同的汤会有不同的蔬菜。对，它总共有6款。最近我都用这个骗我们家小孩。有骗成功吗？当然，5分钟就 OK 了。真的？对，下去5分钟加了就 OK。他觉得说，哎，我爸会煮饭，怎么可能？对，他说，哎，爸爸你弄的汤好好吃啊，我会给他加一点料啊，这个都很快。像酸白锅，你可以加一些火锅料，火锅料对，还有那个猪肉片。小浩浩，你看起来好贤惠哦，嘻嘻嘻嘻，好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哦，厨艺要精进，真的。哇，辛苦了，今天大家，尤其是我们的小帮手，真的，好险有龙哥，不然我们应该是耗子根本就是哦，这样子好用啊。对，他的刀法。他平常他家里有煮饭啊。对啊，但他今天看起来也累了，也被榨干。第一次都这样，第一次会把所有热情放进去，所以要常来。第二次还有热情吗？第二次慢慢的就会开始找时间了，对。找时间怎样？他其实他现在是在讲他的心声，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充满了热情，然后开始慢慢就被消磨殆尽。今天的小帮手先给你。不，谢谢。牛肉汤面，试试看。汤怎么没什么汤啊？你再等我一下。没有啦，因为有些人喜欢吃。被面吸干了啦。有些人比较喜欢吃。因为这一条路过去很远呐。对对对对对。他喜欢吃干的，对。你再等我一下，我对汤比较有兴趣。汤子有点小。Oh my god！ 我去帮你拿，我去帮你拿。菜啦，我去帮你拿。我拿。一个人去就好。哦。你也开始懂了。对对对。牛肉汤面有汤的哦。有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牛肉干面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所以你是这么大，这是好，差不多。所以你是老板，可以跟你点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，剥皮辣椒鸡汤，剥皮辣椒鸡汤赞，还有港式焦香炖牛肉汤。哇，好厉害！而且你看它那个，你要什么？酸白菜排骨，对，酸白菜排骨炖汤，我还要给你加料。浩子哥，这一锅是空的，可以丢，你也可以丢一锅下来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可以帮你看。好好。好，对对对，它有几款的口味、啊？6款，哎，6款，哇！但是今天锅子只有3个 ，OK， 对对对。那这边可以先放有哪？是，这个要放什么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有什么？剥皮辣椒莲子熬鸡汤。可以。哇！这里你帮我放一下啊。那请问几分钟可以轻松完成？5分钟，你这么问重点，5分钟轻松还原。好，还原不完。对对对对，本来是厨房厨艺零，让你变成厨房林志玲，你够狠吗？哦。哇！不要再跟我讲话了。好。哇，这打开就有大块的鲜甜肉块，真的，还有新鲜蔬菜。谢谢老板。你吃饭。好。哎，你们今天下面那个团干活动带的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我们在上面听的那个欢呼声很大，哎，很不错啦。我们以为那个瓜哥来了赢了。差不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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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。而且他们平均，你知道几岁吗？几岁？大概80。哇，平均大概80岁，而且都活得比我们健康标准。但是你如果要更快的话，就要喝我们这个港式焦香炖牛肉汤。哇，厉害！我马上帮你。你很棒，真棒！今天让你得意的一天啊。对，你很棒。得意洋洋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呢，就是我还是再跟你道歉一下了，对不对？不用啦，真的需要，但是我觉得下次我会先出来切好一个 model 在那里，你们就按照这个方式。然后我也像你说了，因为就是我们不能自己想要自己做什么，要先跟你。然后我分享一个经验给你，其实你今天在煮米线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设备啊，锅子的大小可能就这样，可能比较不适合一次2包就把它全部搭下去。哦，你其实可以先分开，先丢一把。
可能丢十根下去，大概看它的熟度，哎，大概是这样。但是如果你一次全部下去，就全部都不见了，这是经验了。今天很主动说要煮米线，我觉得丝毫不开始啊。但是过程不好，这样子，真的，应该有人先阻止我。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知道立冬的定位在哪里，我们真的在营业中里面也不能少了他，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气氛担当。像今天在带团刊活动了，我如果是我跟莎莎去带，可能气氛也没有他们好。我们正在上面备料跟在准备的时候，听到那些长辈们的那种欢笑声啊，跟那种热闹的气氛啊，我就觉得他们也很棒，他们真的很棒。那未来他可能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可能也就要多花一点心思盯着他。没有啊，但是重点还是有一个任务，就是那个食材是你浪费的，我有帮你留下来，等一下把它吃完。你说面线糊？对，在里面。哇，很撑的。快点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对。不行的，这个没有煎，给他加一点这个啊，要煎吧？没有，这是牛肉汤。加对，牛肉汤，加牛肉汤，酸菜白肉汤很好啊。酸菜米线哦，对，米线哦。好，请朋友百分之百，我们来入库的一天变得意的一天来了，落魄的一天变得意的一天，直接放进去哦，刚好哦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哎，那宏哥想问一下，如果想要在短时间内，就是让自己的刀工稍微好一点，先剁到自己的手，就是多练嘛，是不是？其实你就多煮多下厨啊 ，OK， 多切到手就会了。真的，没有啦，你就会去，真的啦，你就会去知道，一定会去知道那个美感。好 ，sorry， 我今天钉太少，我就离开，我的错了 ，sorry。不会啊，我只是在里面，然后听到那种排山倒海的，叫张立东啊，叫张又出来啊，骂他啦，那种。谁有啊？然后我在里面就不敢出来。你在哪个？是我们两个吗？在里面，就是当米线糊掉的时候。哎，宏哥，你平常在家里做饭的时候，如果就是像遇到这样的 trouble 的时候，你会？不会啊，其实像我太太就很聪明，干脆她自己就装不会，装什么都不会，然后就我自己一个人弄。但我们在这边不能装不会，在这边装不会更惨。我没有装，我是真的不会。哎，我真的我看到其实蛮多长辈的，就是瞬间打开那个我们的月光宝盒的时候，真的有那种露出很满意的微笑，而且他们吃的跟温暖的微笑。一开始他们先数一二三，然后谢谢大家一起要打开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很紧张，我想盯着每一个，我想当月光宝盒的他那个视角，这样有没有看他们那个阿基巴亚这样打开的时候那个表情，我真的有看到一个巴亚他是这样。打开的时候，他哇，这样一声，那时候哇，感觉很开心。甚至有人吃完以后，他说他还要再追加。我觉得真的有带给他们温暖，而且他们应该这辈子不会忘记有这一次的午餐。我去哪里啊？我要去哪？要干嘛？花莲。我们有什么任务吗？要跟你们学什么吗？你不知道我们有任务。不知道，早上到现在都还没做事哎。哇，这个是要干嘛？不是露营吧？露营啊！在没有厨房的状况下，为棒球孩童准备营养早餐 and 晚餐，所以我们的厨房就是现在这一块哎。这个洗很困难哎，上面都是土。哇，排水孔跟这边是合在一起的，等一下我们这边。哎呦，下雨了！哎呦喂，啊！上面会掉那个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还没有熟。任务又升级了，因为变成没有厨房，我们要在比较简易的设备里面赶快生出早餐来。是有他们的声音了吗？听到声音了。好恐怖啊！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快！哎，早安。早安。要给你们一个东西。什么？哎呀！今天下午将举行一小时的新城快闪义卖。今天下午，故意刚哎，到底还有几张这种卡要出来？没有在一起的缘分，也容不下任何人，就这么靠着，沉默。想着